粉红色，然后我再用我绿色的手把它拿出来，然后那隐形镜整个变成粉红色加绿色，然后整个就直接不能戴，所以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刚才直接被射中牙齿，牙齿整直接全黄。这个还蛮好看的。在欺负小孩。裤子都没了，刚刚黄色超漂亮的时候。这个鞋子也超好看的。啊！鞋子原本就灰色，然后现在直接变超美。其实也没有，就是一点点而已。有一个人吗？你好吗？你有啤酒吗？啊，我一个人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我不好意思。有一个人。没问题，没问题 ，Happy Holi。Happy Holi。哦。怎么那么嗨呀，大姐？是那个红果。好开心呢。是自己来，就原本有跟朋友约，但是后来就是都自己行动。我真的我有一点点，因为他很嗨，然后大家又都成群结队，然后我就只在那边哦耶，然后就在那边稍微一点点扭，但是就没有很，就是我不知道，还是一点点尴尬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超级好玩，就每个人都超热情，做完还有好多人就直接把我拉进去。可是就是我对我小跳了一下，但是真的有点不知道拍不拍到像头皮屑的东西，就是一飞然后就有一大堆粉尘飘落，超像头皮屑。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节日有一个还蛮特别的心得吧，就是大家不分任何种族，不分任何年纪，也不分任何性别，大家拿着那些彩色的粉末或是那个叫什么颜料吗，然后他就可以，你要看到人就会往你身上抹这些颜料，然后就是想要跟你表达说 Happy Holi， 就是给他一份你的祝福，他也不用想太多，就大家都是朋友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很怎么说。
很新鲜吧。一般你走在路上，你可能看到很多跟你不太一样的人，然后你就会比较害怕，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，或是甚至讲话。可是，在这样的一个场域，就大家都彼此虽然都不认识，就好像朋友一样，大家都可以嗨呀、啊，然后大家一起跳舞，一起在对方身上就是添上色彩，这种感觉就觉得哇哦，好开心哦 ，Happy Ali， 我脖子蛮漂亮的，我现在完全看不见，要走去捷运站。现在回家要非常的小心翼翼，完全一个模糊的世界。